现在开始肩部仪器操作，待肩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。肩部手法分三个：一、来回划大板筋；二、大椎部分打圈；三、走肩胛骨缝。现在开始示范。来回划大板筋。大椎部分打圈。走肩胛骨缝。现在连起来示范一次。以此动作重复即可。